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或许你我的生活当中有遇到困难与艰险，但是我们的主已经擦干我们的眼泪，阿们。让我们把悲伤变为欢笑，阿们。接下来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欢呼，让我们喜乐，用喜乐的心来赞我们的神，阿们。姊妹，我们背负了许许多多的重担和罪，在这个时候我邀请所有的人，我们一起来宣告说，主啊，我将我的重担交给你了，一起来宣告，一二三，